谁让你们来睡觉了？
我换个设备。就被关进去了，我不知道。这可能有点什么大病。
是
今天眼睛有点干，我今天眼睛有点干干的。闭上眼睛，闭上眼睛。
气球真的好好看。
6. Côté.嫌我胸小是吧？人家不只有腿毛，人家还有脚臭呢。那我过来问一下嘛。我只有腿毛，我脚还臭。什么了？3分钟就下播了，叫给我没有，真的很过分嘞，烦死了，烦死了，真的，好过分。
只有景点没有电胸，你们都说我胸小。我要下播了，明天见。我下播了，明天见。谢谢，感谢朝阳宝贝的糖豆粥。我要下播了，反正我太小，你们也不爱看。反正我太小了，你们也不爱看。终于等到下播了，幸好刚不给你下播。人家哪里小？人家很大好吗？人家很大的好吗？人家刚刚好好不好？人家刚刚好。我是很大的。好了，我要下播了。人家很大的好不好？好了，我下播了，3点钟了，明天见。对的，我叫，对的，请叫我太平公主。胸不平，何以平天下？胸不平，何以平天下？明天不穿，再见。